这一颗，这儿。天哪！哦，天哪！感觉宇宙在向我传递信息，我今年会很幸福。今天来汉堡 City Walk 一下，昨天出太阳我没出来，今天出来了。去那个教堂，据说是汉堡最出名的教堂，但是全都是人，根本过不去。我不知道他们这是在……哇，这个天使好漂亮，它翅膀是彩色的，好像万圣节的灯光。教堂的那个铜棺吗？哇，好漂亮啊！但它我们要坐这个，只能坐电梯上来，吓死我了！哇，好漂亮啊！感觉这儿能俯瞰整个汉堡。公交落下了。那边最左边那个高楼应该是一个教堂。看这下面看到没？这个全是人，好多人啊！我的妈呀！我觉得有点恐高，我不知道为啥他这个好吓人，我敢下去。市政厅好漂亮啊，建的跟那个什么意思。能想象这是汉堡吗？太好看了，有点像阿姆斯特丹哎。哇，真美！哇，好漂亮啊！我能感受这个桥的晃动，我们走吧。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易北隧道了，我们走一下。天哪！我穿过易北隧道，然后就是在这儿，这儿有点像这个观景台的东西。Hello， 大家，我终于上船了。然后我本来还想说找一下62号，但找不着我就随便上一首，结果没有想到这首就是62号。然后我们要发动了，不知道会不会晕船，希望不要。我这晕车药没带身上。哇，甲板上面真的好漂亮，但是好他妈冷啊，太冷了。等一直这个汉堡船到站了，感觉是要下去了。这样2024年的愿望都能成真。来都是各种香料，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，好神奇啊，还蛮不错的。天哪，我来就是为了吃这个糯米芒果糯米饭，但我现在好撑。
中国就在欧洲这边的续集啊，你看，这个是模仿那个 Romeo and Juliet， 他们两个人，能看出来吗？妈妈也没赶上车，哇！大家能看到吗？天空上好多星星啊，今天，哇，太漂亮了，哇，真美，哇，好漂亮啊，好多星星啊，哇，你看这颗。